我叫雷海霞，是一名美食创作博主，每天的生活就是记录美食，然后我和我家孩子们的一些快乐生活。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位既长得好看还会做美食的一个贤妻良母。吃的有食欲点哈。我妈手艺好吗？好，好吃。现在粉丝全网已经达到了500多万了，一个视频点击量平均都是几百万，最高的是7000多万。在乐安县，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知道雷海霞是云下村的云厨神，做菜好吃，视频爆火。可在此之前，她的生活却一直在泥潭中挣扎。刚生完小孩的那段时间，去一个月的话能用到的生活费也就1000多块钱，街上买菜嘛，你都得去抽屉里啊，床底下到处翻，找1块的2块的，就过得特别的苦。我们外出打工，小孩在家里面，这种生活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当过留守儿童，然后现在还让我家小孩当留守儿童。对孩子的思念一直伴随着雷海霞的打工生活，直到2019年春节，他发现久违的家乡变了一副模样。然后我们家乡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搞得特别好，然后生态环境的话好了特别的多，引进了槟榔芋呀、菌菇、莲子，增加我们当地农民的一些收入嘛。针对这些产品，然后我们当地有特别多的一些特色美食。那时候就是经常刷别人短视频嘛，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也可以通过短视频把那些美食都给详细的做法给拍出来，让那些其他地方的人就是感受一下我们当地一些风俗。我觉得我听了一句比较经典的话，说在自媒体这个行业，就是猪都有可能飞得起来。然后虽然我不一定是头猪，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也能飞得起来吧。所以我现在选择回家创业，然后既可以回家带孩子，还可以坚持我的一个梦想嘛。下家了，火要大点还是有点小？现在火烧得很大。说干就干，一台手机，一个支架，支撑起雷海霞的创业梦。家乡遍地的农产品、美景和美食都是她的素材，身边的家人则成为了她的创业伙伴。这里好多莲蓬，这里摘嘛。太大了，粘都粘了。你在这里撒吧，去那边，去爸旁边帮爸倒水。回去，儿子，快点，开始倒。对。陈胜，你妈妈叫你去吃东西。因为我学完这个再去。拍起来热热闹闹，一坐下来剪辑，雷海霞就傻了眼。画质模糊，曝光过度，画面抖动。这位从来没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农村摄影师有些不知所措。就说那时候我很好奇，他们已经把一个东西倒进去了，但是还能拍到倒进的一个境界，我觉得他们手机怎么拿那么快呢？两个手机编辑我又搞不来，然后我就比较笨的一个办法，用一个手机多次拍视频，5、6次、7、8次。那时候不太懂，我直接把那个灯光对着脸色嘛，特别不自然。那时候也没人教，我就把那个光对着那个白墙反射到我脸上，意外地发现那种光特别柔和。慢慢的，菜鸟博主不仅找到了感觉，还掌握了美食的流量密码，一道道乐安美食在短视频里迅速出圈。
你拍短视频最主要的一个点是共鸣，就别人觉得我很需要它，包括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教大家做那个猪肉丸的那个视频嘛，单条视频点击量将近8000万嘛，因为那段时间猪肉突然间大降价了，我怎么会把这个猪肉通过现在便宜给它堵存起来慢慢吃。然后我就想了一个猪肉丸，我把它做好之后放冰冻保存，半年都不会坏的。到现在就是我只要在网上看到一个美食，我可能99%我都能复刻成功。我通过我的翻车，然后把那些经验给总结出来，然后发到网去，尽量减少他们翻车的一个概率。他们看我做的牛肉酱啊，还有蒜辣酱，都隔着屏幕就觉得馋的能吃两碗饭了。我觉得可能我能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可能发到全国各地去卖。然后我们就研究出了一个牛肉酱，还有酒糟鱼，还有辣椒油。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乐安县加速了快递进村的脚步，为雷海霞的创业助上一臂之力。他的短视频网店也帮着村民们带货，将云下村的农产品带上了云上快速路。我们当地莲子，还有一个葛根粉，还有辣椒姜啊，我都会收的，因为我们当地有很多跟我差不多的嘛。然后在家带着孩子也没有收入，我就说叫他们来我们家干活，我给他付工资，然后熬制、切辣椒、灌装、打包发货啊。那时候比较惊讶，就是我们单子卖到了中国香港，还有中国台湾啊。后来更加惊讶是已经出国了，比如说新加坡呀，还有他们出往别的国家。然后我现在一个梦想是，我希望把我们的厂房给扩大，把我们农产品做得更加优化，由线上转到线下嘛，然后真的成为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一个实体行业，就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如今在雷海霞的影响下，云下村的村民们纷纷搭上了电商经济的列车，将特色美食和农产品送往世界各地。这个曾经闭塞的小村庄飞上云端，打开了崭新的致富路。原来书上说的那些大道理都是真的，真的是有志者事竟成。我现在收入的话，就是比之前是翻了好几倍的。从前的话，就是赚了钱就不能带娃，带了娃就赚不了钱。现在我们通过500多个短视频，不仅是记录我家孩子成长，同时也印证了我当时的愿望，实现了创业带娃2不误。这就是我们的新生活。